因为他们也太绝了，因为香港从来是我们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，国家的安全，国家的那个完整，领土的完整很重要的，有一国才有两制，你在中央授权那部分里面，你是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，你不是什么都是你高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，那你有一国才有两制，所以要保证中央对香港全面管制的落实，要不然你就香港就乱套了。国家是很重视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